成人笑话18。这几天因为加班比较累，所以我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怎么了？想不到老婆一巴掌把我打醒了。为什么打你？正当我无比愤怒和迷茫地看着她时，她来了句：“你睡觉撅着嘴的样子好欠揍。”你老婆也太过分了吧。老公，你信不信我能一下子让你的某个器官变大？不会吧，都老夫老妻了。那我就试试了。好吧。我今天刷你的信用卡买了条裙子，花了9000块。啊，你不想过日子了？现在你是不是感觉头变大了？我的头都要爆了。老公，如果我穿着比基尼出去的话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那样别人会以为我是看上你的钱财而结婚的。你好过分，我真的这么难看吗？大家如果喜欢，请帮我订阅、关注、点赞，谢谢。